知道规则吗？鱼章准备好了吗？双方太极拳套开始。放弃吧，打不过旅长的。开什么玩笑，有毅力是好事，但是该认输的时候一定要认输。赢冲好汉没有什么意义，关键是你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且要付之于努力，这才最重要，明白吗？我不会认输。张德亮，起来，行不行了你？不自量力。张德亮，医务兵。张德亮，你没事吧？旅长当年还是连长的时候，有一次夜里执行抢险任务，当时新兵连有一个兵不小心掉到一个大坑里去了，当时旅长二话没说跳下去，当时他韧带撕裂，但就是那样还让这个新兵踩在他的肩上爬上去了，后来旅长腿上就留下了老伤。你今天不偏不正，正好踢在他老伤上。当年旅长救的那个新兵姓牛，
让你有努力。喝这么多呀？行了，啊，别喝了，你照顾好我爸啊。哎，这包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是王小旺啊，那个没穿。别让我不放心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王小旺和拉强东了。不是他俩这斜行包怎么都装备好了？他俩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不知道。哎，谁叫我那边？我叫你，谁叫你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王勇啊，到！你找什么呢？你的包在这儿呢。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这是退兵了，连夜遣送回家。哎，排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能被退兵吗？这张亮亮还在这里。你说人家干什么？你俩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听说这一两天有紧急拉练吧？然后王小旺吧，他怕来不及，就提前把这包给准备好了。嗯，你呢？我也一样，我怕我老来不及，所以就提前准备好了。这不节省时间吗？也不当大伙儿时间，这多好啊！你看这两个人，你看人家很有集体荣誉感，怕拖后腿，啊，知道提前准备。那你们俩把包背上吧。是，是。以后啊，别耍小聪明，就这么睡吧，今晚。是，我就是想证明，像我们这帮新兵蛋子一样可以腰揣手机，超越你们这帮老兵。我告诉你，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加油！但是该认输的时候一定要认输，赢中好汉没有什么意义。不会认输。你爷现在正开着坦克冲锋陷阵呢，在前线。一回头，孙子没了。逃兵了。当年旅长救的那个新兵姓牛，叫牛努力。瞧这什么颜色的？报告，白色。你来错地方了，你不配当一个兵。正好救兵，救兵！听说这一两天有紧急拉练吧？找王小旺吧，他怕来不及，就紧急拉练吧。紧急集合！集合了！哎呦，集合了，快！快！走！快走！快点！您集合，快点！快！着火！快！
开始看，预备，放住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牛排长，哎，司班长，你怎么回事？集合哨没听见吗？排长，紧急集合了。废话，我没听见集合哨啊。我也没有听见啊。啊？三班长，到。你听见集合哨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带着你们班人怎么跑出来了？我看你们一班往外跑，我们也就跟着往外跑了。不是，你们上面的人听见没有？没有。那谁喊的？紧急集合呀！紧急集合！谁？谁？谁喊的？班长。谁喊的？班长，那个，我刚才做梦梦到紧急集合了。你梦着怎么了？然后呢？我好像喊了一嗓子。哎呀！我梦见你的鬼呀！我都吓死我了！哎，都回去了吧？回去睡觉，回去睡觉，再回。还有30秒啊！快！哎呦！好你！加油！快快快！10秒啊！快快快！啊！继续！继续！哎呀！停！快点站好了。王小旺，到到！你看女兵那个劲头哪去了？还给你累那个熊样，还看？看女兵又不费力气，想想人家怎么看你。报告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班长，你不能老压着我们青春荷尔蒙啊！我这内心的小宇宙都要爆发了。我看你快爆炸了，你荷尔蒙，你荷尔蒙在哪儿呢？浑身上下热血沸腾，首战用火，用火必胜，俯卧撑50。是。多少个？报告班长，我这个身体素质吧？你有进步？是，就是在训练当中是有所提高，但是我今天吧，我主要还是困。所以我不能很好的就体会这个动作，我都是昨天张能量那一嗓子搞得我就没睡好。昨天这事别再说了啊，昨天晚上那事儿是个乌龙。但你们得提高警惕啊，新兵连随时紧急拉练，不准给我掉链子。在部队，起来吧。啊，是。部队里边训练成绩是王道，其他都是扯淡。报告班长，像你现在是士官了，可以谈恋爱了不？你怎么这脑子就想这事儿呢？谈恋爱？我没有女朋友，谈什么恋爱？部队事儿那么多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报告，牛班长，你女朋友来了。你们是德云社的呀？千真万确，亲口说的。于大连，到。原地休息10分钟。是。之后再加个5公里。呀，你说是我女朋友，不太合适啊！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这方案不行，等我回去再说。不说是你女朋友，我怎么进来啊？哎，进去就在这说吧。门卫说了，只有亲属才能进，我能怎么办？哎，
我叫叶小俊，这回是到了吧？有事说吧。你们部队的人昨天来找我，嗯，修车的处理结果我很满意，照相机也还给我了，但是相机里的内存卡被你们部队没收了，那里有十几天的心血，现在客户等着我交片儿。哎，你们说不给就不给了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这是对的。作训期间嘛，部队的装备及其番号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你就不应该拍，拍了必须没收，没有归还的道理。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，我已经说了，那些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哎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不聋，我听见了。部队的规定也很重要，请你务必理解。你回吧。哎，你这人把我打了是不是？你抢走相机的时候可是跟我说过有专职处理这件事儿，我才对呀、啊，我才给你的。不是有人找你了吗？你快回吧。还有啊，不能说是我女朋友，啊，这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你虚成这个样子，不就体力好点吗？至于那么张扬？我跟你说话了，张亮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呢，管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几天啊，你捅的娄子比谁都多。当初啊，你失踪了，大家找你，我们大家就不该找到你，要不然啊。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事儿。我谢谢你啊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啊，不过说实话，哎，咱们班现在真的很出名哎，就差出门戴个墨镜了。哎，这是实话嘞，张龙亮，你现在这个影响力确实是大。我今天早上去买牙膏，那老板说我是跟咱逃兵的一个班，都不愿意卖给我，现在变成跟打旅长的一个班。哎呦，我真的是。张德亮，别总惹麻烦，免得招人烦。你说完了？你这么招人烦，家里人知道吗？不要一天到晚跟个干部似的，人五人六的站在我面前教育我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笑话 ，Joker。以后我的事儿，轮不到你管，听到没？管你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就是实在看不下去，说一声而已。我说你也不是为了你好，我呀是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要不是我们在一个班啊，保证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你说谁是老鼠屎？那个都别动手啊！都别动手啊！我还在这儿呢。哎，苹果，我干什么？哎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风和日丽的，你说这空气也新鲜，是不是想打架？张亮，我告诉你，我于大雷从小到大就没打过架。这是在部队，要咱们正儿八经比一场怎么样？如果我赢了，从今以后，你给我收敛点，以后你夹着尾巴做人；如果你赢了，我算你厉害。我要赢不了你，我不如去吃屎了。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都少说两句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班长又肥了嘞，又出问题。啊，你别看我了，我还是少说两句了。比就比，五分钟，五分钟搞定。
作分配，金刚方法请。就是你帮我。刚才是你在给我加油啊！啊，谢谢你。干什么鬼啊？这比赛！你没有组织，没有纪律的，就搞搞搞搞。我怎么不给他加油？我就要给他加油，我就要给他加油，我就要给他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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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的性格，性格，我的身上就是这种不服输的性格，性格，风格骚气格，被天气识破，手干净利落，脚踏遍山河，心不动不动早已被热血烧灼，荣耀使命瞬间加载，就再守一个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怎么越打越没劲儿了？你稳住行不行啊？你稳着点啊！以后在我面前别再跟我废话。怎么那么狂？不是你能耐的呀？你不是能赢得了他们咋的了？今天大雷，不是这今天这个发挥的有点太失常了。
啊，哦，哎，嗯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哎，哎，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啊，我又不是纠察。我不害怕，我就是怕别人看见不好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已经臭名远扬了嘛，是吧？已经等于是全新兵连的反面教材、反面案例了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是这样的，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我觉得呢，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。第二，我觉得咱俩应该是同一个部门。还没请教你叫什么名字？黄蓉。啥？黄蓉。逗我呢？黄蓉。到底叫什么？黄小萌。黄小萌。嗯。你北京人啊？不是。你说话这样。我跟你说。嗯，明白明白。通讯兵哈。嗯，我本来是想当坦克兵的，结果来了部队才知道坦克兵分好多种，女兵下连只能是什么通讯侦察。是啊，那空军也不一定都会开飞机啊，是吧？我也是来了部队才知道的嘛。我想上去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拿点东西给你。啊。你干嘛？多呀！营区里边断水断粮半个月，我不但饿死，挺厉害的。今天把这些东西给你，以表我对你的感谢。你昨天也看到了，那帮货啊，就给那个千年老二拼了命的加油呐喊，就你一个人慧眼识珠。我一直信奉一句话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。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，所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送你了。我觉得吧，你可能有一些误会了，就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是特别看不惯别人很可怜。你觉得我可怜？嗯，啊不，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就我特别同情弱者，所以我就喊了一声加油。你觉得我是弱者，觉得我可怜，所以给我加油是吧？不是。行，东西你拿着，没事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嗯嗯。在你们女兵心里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在我们女兵心里，是一个特别二的人。哼。那你呢？我当然也觉得你二了。哎呦我去！过来，李明月，那儿是沙坑，不是悬崖，下面不深，而且很软，你不要每次都那么恐惧，怕什么呀，对吧？来，试试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也想开坦克？嗯。为什么女兵不能开坦克呀？啊，不是那么说。那女兵还有开飞机的呢，主要是我们现在男兵还没上坦克，你们女兵就更远了去了。你还说你十年之内要当旅长呢，那还不是异想天开吗？那怎么叫异想天开呢？那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，而且开坦克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，之后呢，我还要学直升机、空降、潜水、电站、暗杀，集所有军事才能于一身，我要成为一个打败特种兵的全能装甲兵王。你懂的还真的挺多的。李明月，你就怂。班长，坑里好像有人。黄小萌，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报告班长。我说我们俩偶遇，
你信吗？什么事儿啊，田班长啊？他不能在连里说，非叫到这儿来啊。牛班长，有些事儿我在连里说，我怕您脸上挂不住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事儿呢？没事儿，我这皮糙肉厚的，什么都挂得住。张德亮，你自己说说，你刚干嘛了？你干嘛了？我也想知道，光天化日我能干嘛？你这逼怎么说话的？没个数了！你别废话，说。牛班长，你知道新兵之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吧？谁谈恋爱了？刚才，张能亮把我们班黄小萌叫到沙坑里，又是鸭脖又是鸭锁骨的。我们班黄小萌这个人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社会阅历，刚进部队就一心扑在专业上，关键是业务素质还不错。你也知道，张能亮现在新兵连特别出名，如果今天被连长或者纠察看见了，一定会对黄小萌产生不好的影响。您作为新兵的班长，我觉得您应该严格要求新兵。田班长，我这人你也知道，脑子有点笨，我没太听明白。哎，咱俩借一步说话。借什么借？就在这说吧。你说他们俩一块儿是吃鸭脖子了，还有啃鸭锁骨。鸭锁骨，这怎么就跟谈恋爱扯到一起去了呢？这两个人在那儿啃鸭脖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张能亮想追我们班女兵黄小萌。你别追的，那不啃的是鸭脖子吗？那又没啃人脖子，他俩要啃在一起了，那是谈恋爱。他后面站那个人，往前轱辘轱辘。你说，就是黄小萌给了我一个鸡爪子。不是鸭脖子吗？他给了我一个鸡爪子，我再还给他一个鸭脖子吗？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单独在一块儿就是不对，你不要狡辩。我没有狡辩，完全就是战友和战友之间的感情。他给了我一样东西，我还给他一样东西，礼尚往来，这叫礼节。怎么了？哦，牛班长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兵，都散漫成什么样了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是两个人，说两个人一块吃点东西，不能就说人是谈恋爱吧？那天天训练这么紧张，哪有时间，哪有这个机会啊？别妄下结论。哎，但你这个提醒非常好。哎，我们要警惕，对吧？回班里开个会，新兵条例再抄两遍，以后别乱吃东西，什么鸭脖子、鸡脖子，带脖子就不准吃。是。这多好。你这么护犊子，真够出乎我意料。谢谢班长，你觉得我这次是对了还是错了？顶撞新兵班长，你说你对了错了？他诬陷我，我当然要解释了。回去新兵条例抄三遍。我抄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这次我服。班长，你马上陪我去趟卫生院呗，没你的陪同我去不了。干什么？我想跟男旅长说声对不起。你省省吧，回头再把他气病了。会，心里有分寸。再说了，也不是我的错。什么意思啊？要帮我抄条例啊？别跟他跟我唧唧歪歪的。咋的？气愤啊？这气氛你看不出来啊？啊，一个一个上还是一起来？哎，我们那个五四海皆兄弟，是不是都是一个班的？说好了，我们是来开个会啊，班级内部开个小会。开。张亮，我们听说你跟一个叫黄小萌的在作业场被抓了。怎么？你吃醋啊？不是真的呀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班长下午挨批了。
张能量。那个，不是，你总是这样，会连累我们大家的。我跟那个叫黄晓萌的是偶然间遇到的，他给了我点吃的，我给他点吃的，犯法了。为了这点破事，我已经被训了一个下午了。你们过来还在训我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说谁有病吗？就说你有病。哎，别，我们说好了不能打架，好了是来开个会，开个小会，不能打架啊！打架我就告诉班长了。孩子，你可能不懂外边这些方方面面吧。我呢在东北老家嘛，人家都知道。东哥嘛，人狠，话不是很多。张能量啊，咱们现在都是新兵，得争气。我这今天必须严肃的跟你唠唠。你说说你现在啊，动不动就出个问题，出个状况。哎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闹心，真闹心。对，那是一方面。过硬的连队，过硬的兵，班长他天天跟我们讲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呢？你明白不？哎，明白不？明白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淡定，都是一个班的。咱们现在就你三天两头出状，你要是不好好反省一下，我们这个班容不下你。你一个千年老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说谁千年老二了？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就是千年老二。你给我说清楚的。张能量！你们俩是干什么呢？互相脱衣服呀？干什么呢？知道新兵打架什么后果吗？于大雷，懂。知道吗？知道。说。退兵。高看自己了，那得把人打死。张能量、于大雷，门口八军咨询，什么时候站不住了，把想打架的劲儿耗光了，什么时候找我谈。去。是。你们三个人在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观众啊，看架呀。王小芳，到。你跟这干嘛呢？嗯，说，你怼我干啥玩意儿？地太滑了，拉不住。三个人拉不住两个人。记住啊，你们是一个集体。你帽子呢？出来没戴，着急。跟我过来。出来戴帽子。累了，如果不服就找人再打呀，你带多少人我都不怕。走着瞧，这事咱俩没完。我知道你看我不爽，我也看你不爽，但是很可惜，咱们在一起还要相处三个月，如果运气再差一点，未来两年咱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每人一份检查，明天开训之前交给我。现在你们三个人
去指导员那儿拿新印发的新兵手册，啊，背。谁背不下来，今天晚上就陪他们俩站着去。报告牛班长，你们班的张能亮和于大雷不见了。